来，我问你啊，等一下，我问你，那个最高号的最高怎么签的？可是你的？不是啊。啊？嗯？不是你的？不是啊。那个推特号可是你的？什么？推特？这个推特号是不是你的？我就是没有听说过这个号，从来没听说过。今天我找你父亲过来的，我们跟你父亲平时也保持沟通，你可以对我跟你通话这个过程进行录音录像，没问题，好吧？但是我明天我就告诉你一声，我在找你父亲，啊，好吧？你可以录音录像，我明天告诉你。哎。而且你今天我跟你讲，你那个推特发的那些东西是绝对不可以的。你回国之后马上来找我们。什么事吗？公安局来。有什么事吗？回国。什么时候回来？啊？那我不知道。签证是到什么时候？不知道是吧？对啊，签证快。我跟你父亲再聊聊。签证快到期了吧？我马上跟你父亲再聊，就这样吧。嗯。爸爸。不是你这找我又找你来什么事啊？啊，没什么事。啊。啊？啊。不是，那这次找你来干嘛呢？我又说了那个号不是，我又说了那个号不是我的。好，再见吧。